我叫周坚桥，是一名导演，香港人，祖籍咸港。因为在筹备一套介绍大湾区题材的影片，我需要寻找一些灵感，制片人就让我来开屏看看，所以回到了父辈口中的家乡咸港进行采风。第一次探访未见过面的叔叔，虽然我是开屏人，但是我听不懂开屏话，有点尴尬。听到叔叔讲太公当年卖猪仔到旧金山的事迹，爷爷一辈才去到了香港，心情有些激动和感慨。看到村里的环境虽然陌生，但又有种血脉相连熟悉的感觉，长辈们就是在这里长大的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啊，好好，我按着导航走的。嗯，好的，一会见，拜拜。哎，你好。你就是周坚桥吧？啊，是的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黄子欣，是李制片为你安排本次行程的地接，这几天就由我带你了解一下咸港。啊，好的，那麻烦你了。哎呀，不麻烦。这里呢，就是开屏的第一楼了，上面的建筑还是挺有特色的，你看。我现在带你参观的这个就是第二楼特色的主题馆之一——桥心馆。哦，对了，我看到碉楼上好多这种洞，哎，这有什么作用的吗？这个啊，就是当年打敌人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枪射在嘟嘟嘟嘟嘟。哇，那挺酷的。嗯，这里是我们的桥心馆之一——家国故事馆。你有什么要当的呀？手表。哎，不值钱，不要。欢迎参观我们的南美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南美主题的展馆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开屏的人桥驿站。这边，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出国人数的一个统计表，上面还有死亡率，还是挺高的。在当年那个卖猪仔的时候，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，他们漂洋过海几个月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回来。是啊，他们为了生活，不惜远走他乡。我们现在的富足也是祖辈们换回来的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呀，这个是我们咸港的特色冰记牛耳饼，可以试一下吗？来尝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小时候的味道，你也吃呗。那就是中建楼的天台了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些碉堡。对了，你知道中建楼是什么意思吗？中间中间，情比中间，谐音呀，情比金坚的意思喽。懂了吗？懂了吗？这里啊，就是我们的旧墟了。
你看旁边还有供应商店、百货商店，就等于我们今天的超市啊、商场什么的，所以看得出来当时这里还是挺繁华的。现在我们管它叫做旧墟，在当时那个年代它可是 CBD 呢，所以啊不少的剧组都会来这里取景。哦，这样吗？亏你还是同行，之前呀已经有不少的大制作都在开屏取景了，像《让子弹飞》《明月几时有》《一代宗师》《醉拳二》等等等等。哇，全是大制作。你在谁麻喽？关德新师傅也是我们开屏人呢，你真是有眼无珠啊。一会儿呀还有几个吊楼要带你去看一下。好呀。哦对了，你对这边这么熟悉，你是本地人吗？对呀、啊、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显冈人。我爷爷那一辈去了马来西亚，我也是刚回来不久，我一回来这里啊就很想留在这里创业，说不定呢还能为家乡的发展出点名利呢。那挺好的呀。这里呢就是莲灯楼啦。哎，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还有好多碉楼嘞。太公的故事就好像一个近代华侨的缩影，我以他的经历为蓝本，说一个离乡的爱情故事，古今交错，对比今日发展，引起观众共鸣。喂，起床啦，集合，早走啦。好，现在过去啊。哇，五点了。这个啊，就是我们显冈的特色之一。早上呢，街坊邻里会先去市场买好自己想要吃的食材，然后交给老板搭着上秘制的粥底，最后呢，一款新矿神医的 DIY 粥就诞生了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多吃点啊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这是什么料啊？这个是我前几天吃下来的剩菜啊。开玩笑的。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去买的烧猪来的，很好吃的。多吃点啊。幸福，可能就是国泰民安，丰衣足食。现在国家的强大，就是体现在人民的笑脸之上。哎，前面就是了，快点，这边请。走快一点，马上就到了。对了，你的办公室在这里，太贴近大自然了吧？对啊，这一整片都是我的办公室，还有我们摄影基地。好看吧，让人感觉好舒服啊。对啊，我就喜欢这种大自然的感觉。这就是我在显冈拍的一些景色的图片，然后我想你给我点建议啊。这是这本地的一个中间楼，就具有代表性的，我想在哪里使用。然后还有一张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商业街，这个呢就是那个瑞士楼这附近的景色，都挺好的我觉得。对，这张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再改的？我觉得这个往上拍一点会不会好一点。好，
那这张呢，就是这个莲灯楼，我觉得景色还是蛮漂亮的。然后下一张就是，不好意思，对了，这个是你设计的吗？对啊，就像冬奥有冰墩墩那样，所以大家就更了解冬奥。所以我也想了这一些玩偶，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显刚，了解显刚。哇，这个设计很好哎，取名字了吗？这个还没有。很不错的想法。你既然有这样的抱负和才华，留在这里也未免太屈才了吧？你看，现在呢，显刚已经开始发展了自己的文创产业。我也是华侨回归的三代。长辈们都在外面生活，我一回来这里啊，就特别想留在这里发展。你看这个摄影基地呢，就是现在乡村振兴的项目之一。虽然说和外面对比的话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。哎，不过也是因为在萌芽时期嘛，我觉得它的机会还是很多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显刚的特色煲仔饭。吃之前先像我这样子把那个饭啊肉啊拌一拌，让那个料汁和米饭融合得更充分，更入味一点。哇，你别着急，你要底下还有锅巴，慢慢吃慢慢吃。对了，告诉你个消息，制片人看过我们的剧本初稿，思路没问题，准备筹备。Yes。太棒了，恭喜你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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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时候拍？明天开拍吗？哦，太棒了，太好了。看一下现在几点了，什么安排工作，轨道也不没铺，演员也没到啊，快点快点，男演员男演员，这边就是给他们轮廓再修立体一点，修容加深一下。女生妆弄好了没有？ OK 啦。全世界准备，3、2、1 action。星，子星，我明天就要去香港坐轮船到旧金山了。为了以后我们美好的日子，我必须出去。等我回来，
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家。我明白的，男儿就在四方，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。这两天的素材我都已经整理好了。嗯，你挺好的。现在杀青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制片人说这两天定检后就马上回香港准备下一个项目。嗯，好。知心，如果我邀请你一起去香港，你愿意吗？我也是华侨回归，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，但是现在家乡的建设需要我们新一代人共同努力啊！而且开平它也是大湾区的一部分，我认为这里才是我的归宿。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。这里有华侨的交流平台建设，而且我们回流的更是有很多创业的扶持，现在正是把家乡推出去的最好时机啊！不如你也留下来一起发展吧。我想你跟我一起走。我觉得去也好，留也罢，心不甘情不愿的都不是好的选择。难道华侨都是游子的命运吗？回想一下便要离去，留不住的心便不是两情相悦，游子只能继续漂泊在外。是你吗？是我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的祖宗，我的根在这。这里的人、情、景，我愿意留在这里。我心甘情愿地在家乡发展，也更因为眼前的你。我也为他想好名字了。告诉我。因为你叫周坚乔，所以他叫乔小坚。
这滩江走，岸边是碉楼，一座座屹立传奇和不朽。儿女闯四海，思念揣一兜，飘来飘去的云彩，难舍逗留。永远的碉楼，守望春秋，这一壶乡愁，总醉在心头。他故乡的呼唤，归去来兮，我的爱，我的梦，伴我追求。月照天涯，牵挂是碉楼，一遍遍重温离别与聚首。登高饮五洲，门前山水秀，榕树下的母亲频频招手。可以后多少少啊？永远的碉楼，真情依旧，那一条血脉还滚烫胸口。那花开的桥下，大地锦绣，我的国，我的家，催我奋斗。我的国，我的家，催我奋斗。碉楼。